开始 Pokemon 吹他吧。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Mewtwo, Tyranitar, Salamence。神奇宝贝，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。设置你的吹打吧。按下按钮来决定队伍。扫描到 Zedra 了，在战斗中可能会有神奇宝贝出手相助哦。上吧 ，Pokémon 锤打 ，Yaga， 美吉蒂的 ，Shining， 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非常精彩。很好，使用辅助攻击，效果显著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现在停开。哇！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有有有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太棒了 ！Mega Horn， 效果显著。第三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 ，Focus Blast， 战败了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War of Time。捕获机会，丢出宝贝球，捕获神奇宝贝吧。Pokémon 锤打，生存奖励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跳，是超级球。重捕获呢，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传送中，选择想玩的模式吧。再有，开始 Pokémon 吹它吧。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
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Kyogre 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Mewtwo 阿修罗。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，是按下按钮扫描到 Zed 帅大了，在战斗中可能会有神奇宝贝出手相助哦，上吧。伊利那次罗伯战斗开始，第一回合对方的神奇宝贝要回归原始了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停止轮盘提升攻击力，发现你身上的神奇宝贝上了 Amber重要害了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火箭炮，战败了，怎么样？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艾斯利，战败了，你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现在放弃还太早了，丢出宝贝球吧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，是神奇宝贝球，太好了，恭喜！虽然有点唐突，想和你交换神奇宝贝的人来了。从震荡方向下来，开始 Pokemon 追打吧，旋转转盘来决定敌人，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，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Kyogre Magikarp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，小心啊！设置按下按钮来决定队伍，按下很好，这是一支平衡性很好的队伍，对手也很有能耐，上吧。Magikarp 战斗开始，第一回合对方的神奇宝贝要回归原始了，哦，第三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停止轮盘提升攻击力，很好，Mister 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但是没有发生任何事，二回合提升攻击力，旋转转盘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
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但是没有发生任何事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 ，Wizard！ 神宝贝使用辅助防御，战败了。生存最终回合，没打到。旋转战斧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 ，Wizard！ 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术士。神奇宝贝，但是没有发生任何事。丢出宝贝球，捕获神奇宝贝吧。取出最大宝贝。生存奖励。按下球体按钮，停止轮盘吧。是神奇宝贝球。真让人吃惊，居然捕获了尚未虚弱的神奇宝贝。虽然有点唐突，现在开始神奇宝贝交换时间。神奇宝贝，想和你交换神奇宝贝的人来了。选择两个模式吧。哇，命运！用你的神奇宝贝交换对方的神奇宝贝吗？发现加油！对，冲！加油！这个射出来，可以，那个射出来预言，每一次都只要不同的，然后射到旁边的。救命哦！左脚抽筋了。左脚，那怎么办？按下按，这是一只。那我用小鸭的，看你够。好啊，好啊。战斗开始。小猫。第一回合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。旋转转盘。救命啊！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！怎么还咬牙呢？他怎么会呢？对手也很猛。旋转战术，压秒，神奇宝贝攻击，压秒，停止轮盘，提升神卡。啊！啊！又没死到。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搞定了！哦，没中，半子，对方
行李。等一下一定要检查一下，应该不止。对，那个显著的那个狗狗，那个没有。为什么有一只显著，有一只两只没？僵尸显著还是那个啊？我感觉有点怪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真的是哎、欸，你那个那个有，你会不会有一个拖？六秒。你要不要正规正规一次？打死你！到底打死你！